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参加国国电信的这一个启程。那事实上最重要的，今天特别来的目的就在于，怎么样跟我们国国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合作啊，怎么样有更公正的一个验证机制啊，那以及。 这在规格或者是在整个技术，今年的补助维持不变，这个我们已经政策非常清楚。在明年，我们不仅说电动机车会持续补助，更环保标准更高的这些机车，我们也会补助。